好啦，今日下午第六首曲目送上俾大家嘅系《吾看杀妻之斩肩堂》。嗱，呢一曲嘅内容咧，我谂大家都好熟悉。不过有好多首曲目嘅内容都一样嘅噃，好似杀中妻、逼血洒肩堂，故事都系一样。好啦，为我哋演唱呢一曲咧，我哋有请冯焕仙小姐，佢饰演吴汉。阿冯小姐咧系阿梁耀心女士嘅好朋友。嗱，呢一曲咧，冯焕仙小姐系火拍朱燕平小姐，为大家送上呢一曲，佢饰演黄兰英。有请两位。
最平凉岸，是家山隐望，声声清庆回响当冷冻，菩萨心马长，今夜送女王兰英，可否红红花灯下场，泪眼眶，声声。念的是什么经啊？哦，祈求神拜佛，讲章出来，驸马爷，你又要见笑吗？我、哦。嗯好好
在海畔无波浪，鸳鸯留低双栖一宿，找翻你前手。我陈家原来是仇家，求什么神明？有素手。